沉香如屑已经正式收官，目前取得了优酷平台播放量首个灯塔破百万剧集的好成绩，打破优酷平台播放记录，结局更是连上几大热搜，足以可见这部作品的优秀程度。这部剧是空降播出，在此之前并没有做任何宣传，而且在正片更新的过程中，男女主也因为工作太忙并没有合体营业，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已实属不易。第一是英渊是九重天上的帝君，他负有守护三界的重要责任，因此从小便被教育不得有情爱，在他的心中天下苍生比任何事情都要重要，此时的他只有大情却不懂小爱。沉香夫妇演绎出了爱情最好的模样，相互理解，相互成全。杨紫不少粉丝都觉得他之前已经有《香蜜》这部非常经典的作品，所以并不应该去接拍《沉香如屑》，这只会浪费一个演员最宝贵的时间。可不管杨紫是为了老公司的旧情还是朋友之间的友谊，他愿意接下这部作品就意味着沉香一定有打动他的地方。而除了有相似题材的代表作之外，粉丝不愿意杨紫接拍沉香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，是在主要内容中很明显女主一直是被男主反复抛弃的选择。英渊每次面对天下与爱情时，总会义无反顾地选择牺牲爱情去守护苍生，这对于女主来说不容易得到路人缘。可以说沉香如屑的剧情发展与之前的仙侠剧套路截然不同，在最后的结局中，英渊为了守护三界，为了守护自己的爱人，选择像母亲一样用自己的元神去修补天魔结界，而颜淡为了守护自己的爱人同样选择毁掉元神与他一同赴死。虽然这样的结局在不少观众看来是悲剧，但如果能够读懂沉香想要传递给观众的大意后，就会发现这才是一个最完美的结局。这两个角色本就不是会为了小情小爱而放弃责任的人设，有时牺牲并不意味着结束，反而意味着重新开始，就像玄烨最后终于打破心魔一般。